我会这样子会打扰你吗？还是我要挟制你？我可以挟制你，哎，挟制，我挟制你一下。不用不用，谁？雨桐啊。好。好凶！对，哨音之后，两队马上开抓了，案发现场躲猫猫，人。要用我想要躲的那种心态来找，因为我自己要讲说，我哪边可以躲，他们应该就是只能躲在这些地方。我这所谓运气问题是，就是我要想一下我的队员，不好意思，哇，谢谢，怎么，哎，坤打真是个很有礼貌的人，林总，里面有人吗？好啦，我觉得一定没有人选十五楼啦。好啦，看完啦。哎，你帮你们决定。不是，因为整个搞忘我的细节啊。怎么细节？垃圾桶。那有软骨功吗？不可能啊。对啊，我选就十五楼就挫赛啊。BBQ 了，好，努力。哈，我又选错了。同样的意思，同样的意思啊，同样的意思啊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隔壁间是不是还没打扫？我这边要马上要过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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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这样子会打扰你吗？还是我要挟制你？我可以挟制你，哎，我挟制你一下。同学，你不要走。挟制。我挟制你一下。不用，东西都拿出来嘛。不用。哎，我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等一下。没事啊，我们访问一下。请问你在这边工作多久了？好，我刚来的。你刚来的哦。哦，那我不想访问太久，因为我还要找别人。你可以拿下口罩吗？我们公司规定没办法，有没有穿上？我找到了，快点啦！谁？雨桐啊。好。有问题吗？需要协助吗？我需要。他们有小琪。然后还有琪琪，还有谁去了？哎，怎么完全没有印象哎？还有谁啊？哎，都不会回。不是啊，谁？波波城啊。组织太难，目前为止很厉害哦。他刚刚喊了一个波波城，哎，我以为他故意不抓我。他刚为什么喊我的名字？他说有谁，在想说有谁。我刚刚在干嘛？我刚刚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请问你是？请问几楼？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口罩吗？我们现在不太方便。波波针啊，白痴哦！去！小姐，你刚刚是有穿鞋对不对？你的袜子痕迹蛮重的。同学，
你都不管人，这样子自己拖自己的，对吗？而且这边就有游泳池，会越拖越湿，好不好？我可以过来一下吗？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哎呀，他们居然用同样的方法！哇，哎，为什么你这样子也找得到啦？哎，其实他又把那个甄婉婷的气息掩盖住，但是我只能说太不寻常了。为什么？但是因为我刚第一个人就找到的是在做房间打扫，所以我对于这一块是非常严格，要确认过眼神。我们的主题是躲猫猫，你怎么不会觉得是有人躲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种事。你就在这外面而已。在外面。那我用跑的，你们等我。湿了，我超认真在扫，而且我刚被找到了，想说，那我还是把这片玻璃擦完，因为我告诉你已经分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咖啡机还能使用吗？真的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咖啡机可以啊，我们现在是中午。你知道我是认你的什么吗？认你的耳朵。真的假的啊？哎，我超帅！你知道刚刚他们同事跟主厨都跟我讲话，他说你那个要去怎样怎样。哎，刚刚他们在说什么？但我只能说你扮演的很好，只是我真的很会认。我刚刚是看你的背影，我就知道你是艳柔。真的假的？你的耳朵就是这样打开的。我也没找到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的那个。我刚刚一开始一楼，我以为他在躲起来，就他进去15楼，先找到是打扮的，打扮系列的啦。我这因为我现在一开始不知道是打扮系列的，我看到了啦。你好，可爱，需要什么服务吗？胡小平是。这是等一下要来取货的客人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是你需要入住，还是办理退房，还是你今天来饭店用餐？我来抓你啦！请问先生为什么要抓我呢？